你想听真话吗？失恋几乎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，就像你坐地铁，怎么可能一站抵达？而且你不经历，怎么知道谁是真心对你？有些人就像二维码，你不扫一扫，真不知道他什么货色。记住了，所有的失恋都是为了给真爱让路。这话没毛病。